鸡翅你就像我这么做，老好吃了。如果你还是学不会，我提了二斤鸡翅上你家教会你，老好吃了。首先咱们准备隔壁小媳妇给我送来的鸡翅，洗净的鸡翅咱们给它背部改花刀，方便入味，前面改三刀会更加好吃。鸡翅冷水下锅焯下水，焯好捞出，用清水多淘洗几遍，起锅烧油，锅中油热下锅煎。鸡翅下锅一定要小火慢煎，煎至一面金黄，翻煎另一面，煎至八面金黄，放大块的葱姜八角，炒足料香味，放生抽，少许的老抽调色，再来点去腥的料酒，翻炒均，加入一瓶快要过期的可乐，放少许的盐，鸡精调口，扣上锅盖，小火炖20分钟，大火收干汤汁，撒迷人的小葱花出锅。美食制作完成，鸡翅你就像我这么做，老好吃了。别说，你关注我还真有点用。